干嘛呀，跑啊！上哪儿了？赶紧回来干嘛呀，跑啊！干嘛？你去图书馆。怎么样啊？别，张文忠不走，我一直看着你们呢。我先处理一下。小雨，你听我说，你自己去吧，这伤口上怎样给我处理就好。不行，你这伤口太重，会感染的。这，你们，洋洋。你跟学校说，我们弃权，不行，别听他的。你不是说好了吗？要赢下比赛给鲁城人看，怎么能说弃权就弃权啊？可是你的腿已经跑不了了，我一个人跑什么意义啊？我的妈！脚步。啊！你说的对，这次之后，十五班就要解散了。作为十五班的一员，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了。这是我们。 以十五班的名义，最后一次参加比赛，所以我们不能放弃。我们不能输。你们本来就只有两个人，现在伤得这么重，怎么能完成比赛啊？行吧，江云。 别管我了，你自己走，咱们还能赢吗？时光送你回看见美丽的花朵，天涯海角，你会用自己的手触。 穿梭，你会看见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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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
么大的场面，我当然要来了。而且我们也是叔叔班的人呢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一个班级啊。刘老师，上来，来，刘老师，你好帅，是有点帅，你真帅，刘老师真帅，行吗？行。哎，那个是不是他们啊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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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老师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今天啊，跟你们校长打了个赌。打赌啊？从今天起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保住十万。